你看这一款，一粒珠。泥料是紫红泥的啊，比紫泥比的呢稍微颜色浅一点，外观造型啊看起来特别饱满。来看一下它的尺寸，长约11公分啊，11公分左右。口径呢？口径在4公分左右啊，4公分左右。高度大概在10公分啊，10公分。看一下做工，盖子的严丝合缝的啊。看一下里面。容量在200毫升啊，200毫升左右。看出水，出水、断水都比较利索啊，特别精巧外观。有货啊，有库存，有需要的抓紧去拍。